的朋友，请跟我说有看到吗？好，嗨，那我们今天呢是2024年哦，就是第二场的清晨开运直播。然后我现在呢完全没有用任何特效，因为就是好像 FB 当机吧，所以我现在整个是素颜，然后大家可以比较就是说跟之前的素颜呢大概是差多少这样子。好，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哦，就是说每一天都是全新的时刻呢，这一本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封面呢真的都是烂烂的，因为这一本书它是2013年出版的，然后这个作者他也是环游世界，然后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这个，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作者，然后它里面的祈祷文很美，已经被我翻烂了，所以我大概每天开始直播之前呢，我都会就是这一本书，然后跟有点算是我为大家祈祷，我祝福大家，然后也希望今天礼拜天呢是一个礼拜的开始，然后也希望大家呢就是直播完以后，听完直播完以后呢，就是今天都顺心如意，然后祝福大家每一天都是全新的时刻。那这个作者他其实有提到，就是说把每一天都当成艺术品创作，所以呢也祝福大家今天创造了自己的艺术品，发掉好，这是第一本。好，然后一样呢，就是我今天会继续跟大家分享，就是那个朵琳夫人教你认识大天使系列。等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三四十五，好，总共十五本。那我接下来呢继续看第二本。如果大家在线上的话，就是也可以跟我说早安，直接看有没有人在线上可以，因为我现在好像没有看到有人跟我早安，就是我好像看不到留言。OK， 好，这是第二本。第三本。反正其实培根曾经讲过呢，他本身是贵族，他曾经留下名言，他说知识就是力量。嗯，好，我们现在来看第四本。第四本。
瑞典文的"我爱你"呢是 "O Ayuska cha"，"O Ayuska cha"。一周遇见对的人。哦，我决定我明天开始每天的第一本呢，就是除了每一天都是全新的时刻，我想要用七周都是对的人展开好，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七周遇见对的人，他每一个就是每一个章节后面的诗作，我觉得都非常的温柔，以及非常的美。嗯，我待会看完之后跟大家分享今天的诗作好了。好，再来呢，我们现在看一下，就是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然后再来是第七本，哈哈，第七本。那、哦、我觉得这一句话很棒哎，他又说，心是用身体来思考的，所以如果你的身体有状况好的时候，你的心的状态那个时候大概也是好的，而且就是，所以心地好的人通常身体的状态是好的吧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没了。机会一直都在，只要你相信，你静下来，你就会看到周遭的机会。身体是灵魂的居所。
我觉得这一段话很好，我想跟大家分享。他说，潜意识里是不会争辩的。就是这一本书是潜意识的力量，然后他有提到说，除了我这个愿望的大智大慧里导我引导我，向我显现现实愿望的完美计划。如果我知道自我意识的深层智慧已经在回应我内在所感受到的，所相信会得到的，将会在外在世界表现出来，一切都处于平衡平静的状态，我觉得蛮美的。我一直在想这个动线要怎么调整更好。对，亲爱的神，我请求你和浪漫天使帮助我跟看到这个直播的人都可以遇到他们，不论是事业上还是金钱上的灵魂伴侣，然后请给我们清楚的指引，去找到适合我们的灵魂伴侣，并且立刻协助我们相遇和享受和彼此在一起。召唤天使的祈祷文我也很喜欢，各位有兴趣可以自己去参考。如果你想要灵性生活，并且开始转变的时候，其实你要停止说别人的是非，然后还有用话语贬低别人。因为当你在说别人是非或贬低别人的时候，其实第一个事件会伤害到自己。就是我的，如果说以科学的解读来讲的话，我觉得可以解释成说，我们在讲比较负能量或者是低频能量的话的时候，哪怕我们是看起来好像是在骂别人嘛，但是我们第一时间是不是接收到是自己的脑细胞？所以低频能量的话语，第一时间会伤害到自己的身体的健康。所以为什么说好话做好事，存好心，受益者会是自己？这个我觉得也是有科学依据的，因为之前不是就是有实验，就是说，哎，你对一盆水说好话，结果那个水就很好喝。可是你对一瓶水说不好听的话，然后那一瓶水就很臭，这样，我觉得也是类似的道理，因为我们的身体有九成以上都是细胞组成的嘛，就是九成以上都是那个细胞都是水组成的嘛，所以类似的道理，就是我们的细胞也会因为我们的想法，然后因为我们的语言共振的频率，然后影响到自己的健康。我的解读是这样了。然后再来这个关于能量，我也很喜欢书。
好，然后再来是这一本，就是我觉得还好，就是它是一本古书，读心书，就是翻译文言文的书，套用到现在。哦，好，再来就是这个。我们必须主动成为一个正向的人，这不仅是对我们好，对大家也好。每一段关系，如果不是在赋予我们能量，就是阻碍能量来到我们身上。无论今天这是你第一次看这个直播，或者是下一次还会有，我们每一段关系出现都是为了要疗愈这个世界。能量可以创造财富，但是财富本身并不能创造能量。大家看过了凡四训吗？就是我觉得可以做3000件好事，很不简单诶，我觉得超不简单的。祸福呢，是可以自己创造的。还有多2本书，对，好奇怪的。OK，
养父。一旦适应了病态严重的社会，你的健康就无法衡量。说到底，胜利就是睡得安稳。啊，我觉得这本也很棒。没有人欠你任何东西。我觉得阿梅莉亚布恩讲的话很好，她说我不是最强的，也不是最快的，但是我真的很能吃苦。不过有时候我觉得齁，也不能一直吃苦啦，也是要吃补啦，我觉得那个痛爽要平衡一下。而且有时候吃苦真的就只是吃苦而已，对吧？ OK， 好。养父，推荐就是在这本书里面当中，就是这个作者呢，他推荐泰国的 Aman Junkie 的度假村。有些领域呢，必须亲自体会过才会理解。有钱人会有自己的世界地图哦。我很喜欢这句话，他说：“请大家好好珍惜一个小时的时光。”所以，我其实也很珍惜，就是直播跟线上大家共度的时光。好，最后一本呢是 IG 玩家成功术。好，OK，好，我最后呢，就是今天我看完了一二
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，总共19本书。那我非常的珍惜呢，就是如同像《养父》和作者一样，就是我很珍惜呢这一个小时跟大家共度的时光。然后就是有点类似说祝福大家今天的假日早晨，也祝福我自己，祝福大家，爱你们，拜拜。